继充满美少年的刀剑乱舞之后，又一款刀剑拟人题材的作品来咯。天华百剑斩是以刀剑拟人化的美少女为主题，玩家可以操作被称为巫剑的刀剑少女们与名为霍平的敌人作战。游戏画面是以横向卷轴的方式，玩家可以携带三名巫剑一起出任务。除了可以在任务中自由的切换巫剑之外，还可以透过连击累积能量，借此释放巫剑少女们的奥义。此外，玩家也可以借由送礼物来提升和巫剑少女们的亲爱度，以此获得帮他们擦拭刀身的权利和新的装备格哦。